时光雨洒落在你我心里，消失了感情在脸上留守，流年未完想着依旧，夏天终于走到了最后，我会忍住不会颤抖。
陛下，陛下。如果说你是海上的月光，我是浪花的泡沫。你看，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。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七七，抱歉，我没办法祝福你和小四，但希望你和孩子都好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不再是朋友了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眼眼里都觉得刺有，有的爱像阳光倾落，便拥有也失去着。我想试着照顾你，从今往后，我也会牢牢地抓住你的手。愿我们还有好多个三年。小思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站在我眼前的你，那个英俊而面容冷漠的人，是我全部的、唯一的世界。现在，我依然是这么想，只是前面需要加上一个曾经了。曾经是我全部的、唯一的世界。再见了。小思，喂，妈。喂，七七啊，没打扰你吧？你最近忙，也没给家里打个电话。家里人都想着你呢。啊，没事，你说。你等会儿啊，你爸他有话跟你说啊。喂，七七啊，啊，你现在的这番成就。我和你妈妈都很满意啊。昨天跟你几个叔伯吃饭，大家都提到你，都很欣赏你啊。什么时候回来，爸爸帮你约他们啊，一起聚聚，认识认识。爸，我现在拍东西呢，特别忙，空了再说吧啊，拜拜。喂，七七。我好像得到了全世界，却又好像什么都没有。
这次的事情是个意外，不过你们现在是受害者的形象，反而对我们掌控整个事态的发展更加有利。我现在只担心我老公的安危，他受了那么大的伤，我当然不会放过始作俑者。但是，该属于我们的东西，我也不会放弃的。这一点你放心。 小思，你还好吗？立夏电话一直打不通，你看到他了吗？立夏，他这两天有点累，所以放假了。是啊，也该好好休息了。 丁一阳怎么样了？医生说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。那又说他什么时候能醒吗？你快点醒过来吧。 只要你能醒，那我做什么都行。谁让你们来的？滚！滚！出去！出去！你能不能出去？你怎么还有脸来？出去！ 走啊！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现在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可以弥补吗？现在你知道来装好人了，你想怎么补偿？让我也捅你一刀吗？你这人说话怎么这样？有米不进啊？信石头做的吗？于静，他现在情绪太激动了，不能拥抱。我们今天来不是为了撇清关系的。 这件事的确是我们做错了，是因为这样一时冲动，才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易阳现在还躺在鬼门关，对不起有用吗？对不起，他能醒过来吗？你们的道歉我不仅不接受，我还会一直追究到底。我知道我们做什么都没用，但是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请你们收下吧。 不要来这假惺惺的好不好？走啊！我不想看见你们。那你到底要我们怎么做，你才肯原谅我们？难道要我们跪下吗？好啊，跪啊！我跪，我跪，只要你肯原谅我们，下跪磕头都行。对不起，是我们的错。严墨，对不起，原谅我们吧，啊，原谅我们好不好？ 给陆陆长一次机会，原谅我们吧，是我们的错，求求你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们的，绝不。
你有急事儿？嗯，没什么事儿，学校里一堆破事儿。段乔，让我再陪你走一会儿吧，我怕过几天就再也没办法挽住你的手了。没事，你有事就去吧，我一会儿自己回去。现在这么善解人意啊？那你好好陪他吗？嗯。晚上回去在家等我。拜拜。拜拜。我先走了。谁啊？你有病吗？对不起啊，认错人了。陆强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我一会儿送你回去吧，你这样我真的不放心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走吧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酒？上次我在这儿喝醉，陆志阳就在我身边。两只小蜜蜂飞在花丛中，飞，左飞飞，右飞飞，咕咕咕。拜拜。到了。我是不是找到你了？我只是想喝醉试试看，不知道会不会像之前那样陪我回家。可是今天怎么喝都喝不醉呢？
怎么还没睡啊？睡不着。陆畅给你打过电话没？好安静啊。这什么吧，小四？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跑的？或许他应该留下来，道个歉，应该会比现在好。可是我心里就想让他跑。你说，我还能再见到他吗？我不知道。最近怎么都没看到立夏？你们还好吗？立夏，你是太累了吧？休息多久都没有关系，但答应我，一定要回来，我会一直等着你的。进来，小四哥，立夏不在，所以这份文件需要你的签字。对，小四哥，你没事吧？我们所有人都挺担心你的。啊，没事，谢谢你们关心。那就好，你一定要照顾他自己的身体。志昂，这是这些天以来我第103次打电话给你。我知道电话那头不会有任何回应，但每一句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之后，我都期待着有一天能出现一句喂，小四。
喂，你好，志昂，是你吗？陆志昂，如果是你的话，就说句话，让我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。 陆长，我们都很想你。刚才我去见了丁一阳，他还没有醒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再去求他们家人原谅的。这些日子，你爸给我打了好多电话，说联系不上你。我说你去日本出差了。 但不知道这个事情能瞒他多久。立夏也走了，为什么你们都要离开我，让我一个人在这里？ 这些都需要你的签字。哦，对了，8点钟马上要召开紧急会议，还需要我帮你准备什么材料吗？公司高层会议这次为什么这么紧急，还非得我去？有特别交代过，说一定要让你参加。你说会不会是跟陆景理有关啊？你不要瞎猜了，我知道了。你先出去吧。 很荣幸受到贺总之托，来主持今天的会议。大家也都知道，最近公司发生了一系列变故。
而严总又在国外度假，这种关键时刻，公司不能没有人做决定。所以今天把各位找来，就是为了商讨公司接下来的安排。猪鼻子插大葱，看你怎么装小。今天主要宣布三个事情：第一，关闭雨工作室。第二，签约著名画家丁义阳作为力通传媒力捧画家。还有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雨工作室不是经营得很好吗？雨工作室自从成立以来，虽然给公司带来了一定的效益，但是问题不断，甚至给整个集团公司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综上，我们决定将其关闭。不知道二位还有没有什么疑问？你凭什么自作主张？力通现在你做主了，就算我爸这几天不在，也轮不到你这个跳梁小丑。严大小姐，先别着急耍性子。既然说到这个问题，那我们就来说说第三项内容。严总在位期间，做了一系列重大错误抉择，在公司发生变故之时，还在外面游山玩水，置整个集团利益于不顾。跟着这样的领导，我们看不到未来。所以，我提议，严总不在期间，贺总拥有独立决策权，可决策公司上下大小事务。贺总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，在座各位都是聪明人，自己衡量。你们这是谋权篡位，谁给你们的权利？我当然没有，但是贺总有。贺总也是公司的创始人，跟着他，大家才有肉吃，有酒喝，有钱赚。如果力通不通过这项决议，我愿意跟随贺总另成立公司。在座的各位老员工，大家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去留。反正待在这样的公司，真的是前途无望了。我就看看你还有什么花样。Carol 是有备而来的，你要小心点。那么大家表个态吧。没事。同意贺总作为公司负责人的请举手。放心吧，这里90%都是我爸的心腹老部下了。花有百样红，人与狗不同，大家是不会跟他们走的。就是看他被打脸。我同意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我同意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我也同意。陆伯伯，张伯伯，你们这你都看到了，这可是大家的自由选择。
您慢走。嗯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。先整垮雨工作室，趁 Aaron 不在，跟这帮人勾结。谋权篡位，这不叫勾结，是强强联手。丛林法则，胜者为王。就是个秋后蚂蚱，瞎蹦跶不了几天。看吧，等严大壮一回来就收拾他。艾瑞还没回来吗？他三天前就进原始丛林了，那儿一点信号都没有，根本就联系不上。严大壮，你是要和陆章一起抛弃？严墨，我好像接到过陆志昂的电话。他说什么了？他现在在哪？他过好不好？我不知道，他没有出声。但是，我敢肯定就是陆志昂。小司，你把号码告诉我，我现在就去查，肯定能查到他在哪。严墨，陆志昂我一定会找的，但是现在。你最重要的是找到 Aaron， 公司需要他，我们俩更应该挺住。小司，我到家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，晚安。跑啊！不跑！
来说你不喜欢我，你不喜欢我，你把照片放钱包里。糟了，这一天你都没有钱包，你怎么活呀，陆志啊？你个王八蛋！你凭什么把我照片放钱包里？凭什么呀你？你到底在哪儿？好像开始喜欢你了。相信。